花开添感受，永隔欢愉来那无忧。自从来了林黛玉，相所嗱，此后贾家就系你嘅家嚟啦。嚟嚟嚟，同外婆坐响度。嗱，嗰位就系你二冚母啦，上前见个二冚母啦。真好居劳顿，一定好攰噶啦，坐低休息一下啦。林姑娘嚟咗啦！哎呀，老祖宗，我嚟迟咗啦。黛玉，等我同你介绍，呢位就系连二嫂王熙凤啦。哎呀，佢份人好本事噶！拜见连二嫂。哎，起来起来，黛玉，俾我睇下你。哎，你真系楚楚堪怜啊！啊，你仲艳压群芳添。你有我哋老祖宗嚟护荫呢，以后你又唔使忧，又唔使愁噶啦。多谢外婆关照。乖啦，乖啦，嗱，
黛玉，呢度咧仲有好多姊姊妹妹嘅，你就等于系自己姊妹一样啦。为是咧，我呢度有一个我好锡嘅宝玉，佢一向娇生惯养，哎呀，脾气乖咗到冇人同嘅。老祖宗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我乖孙翻嚟啦，我乖孙翻嚟啦。送俾阿嫲，系啊，系啦，乖啦，乖啦，嗱，上前见个众人啦，好啊，送俾我，参见娘亲，乖啦，参见莲儿嫂，乖啦，乖啦，宝玉过嚟，嗱，今时唔同往日啦，今日有客到啦，上前见个林妹妹啦，哦。林妹妹，宝哥哥，我哋似曾相识，喺边处见过呢？林妹妹。轻轻挽会手，想泪盈眸。家需在苏州，不需挂心头。低姓无知，愚昧结密友。此生从曾有初相见，又似如旧。初相见共你同手，风吹吹之飞逐流。乱讲，你哋几时见过面啊？虽未见过，但似曾相识啊。系咩？系。好啊，咁以后你哋就可一齐和和睦睦啦。好啊，林妹妹。正是有缘能相会。我们一见便机头，好比孤雁与哀鸿，望哥哥能会友。所谓十大以小为尊，大官原来我是大晒的，个个都要听我讲的。在心头，你人似花瘦，比钢变柳更消失，添似凄凉透。我立志此后红袖，
使怕噶，有我喺处，冇人敢虾你噶。林妹妹，你睇乜嘢？睇到咁入神呢？哦，我呢块玉啊，你睇靓唔靓啊？莫失莫忘，先受行昌。林妹妹，你有冇玉啊？我冇玉。你呢块玉系件稀罕之物，岂能人人都有呢？哼，什么稀罕的东西，我不要这东西。哎呀，你用命！乖孙，你唔高兴，你可以打人，又可以闹人嘅，你为何要掉咗个命根子啊？阿嫲，家里姊妹们个个都冇，今天来了个神仙的妹妹亦冇，可见这不是个好东西。乱讲！宝玉，你快啲挂翻个通灵宝玉啦！系罗宝弟弟，你快啲带翻块玉啦！我唔要。哎呀，宝玉，宝玉，姑住阿爹知道啊！快啲带翻去。系罗宝弟弟，老祖宗时常都有讲噶，这富贵嘅家业。就只办呢个命根子噶啦，系咯系咯，听阿嫲话带翻块玉。宝哥哥，所谓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你快啲带翻你块通灵宝玉啦。我又冇玉，但系好闲啫，只要你有我心就得啦。又好，听林妹妹话。责任，怪啦怪啦，好啦好啦，好啦好啦，代玉啊，嗱，你舟车劳顿，一定好辛苦啦，你都需要休息噶啦。嗱，而家我将我嘅近身丫鬟紫娟送俾你，紫娟，你带林代玉，哎呀，同嗰位细细粒粒嘅叫咩名啊？外婆。佢是雪雁啊，哦，是我的近身侍婢嚟噶。哦哦，带埋雪雁去潇湘馆休息啦。知道。阿嫲，唔使啦，等我带林妹妹得啦。嗯，好，好，乖啦，乖啦，带佢啦。太夫人，薛府全家已搬到荣国府，薛宝钗姑娘香居已到门前。哎呀，老祖宗，老祖宗，宝钗姑娘啊，系出自名门望族，有才有势嘅，唔似得林黛玉佢身世咁寒酸噶。好啦，既然佢哋都嚟咗啦，咁就快啲请佢入嚟啦。遵命。
宝钗，为何不见你娘亲与你同行啊？太夫人，家母随后便到，命小女子先嚟向太夫人你叩问公案啊。得奉上区区礼物，不成敬意，望太夫人你笑纳。哎呀，老祖宗，咁多贵重嘅礼物，等我同你点收啦？哎呀，得啦得啦，我一阵间会叫人担入去啦。哎呀，你唔好两头腾啊，腾到我头都晕啊！宝钗，上前见过你阿姨啦。啊，参见阿姨，乖的。嗱，宝钗过嚟，嗰位呢就是连二嫂王熙凤啦，佢系我哋呢度出名嘅盘辣货嚟噶，人人都叫做凤辣子，咁你呢就称佢凤姐吧。拜见凤姐。乖啦乖啦，系你宝钗啊，听讲你身上嘅金锁系一件好稀世嘅物件嚟噶。得唔得俾我睇下咧吓？好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真系好名贵个噃，金锁之上仲刻有不离不弃、芳龄永继八个字添啊！老太太，宝钗全家搬嚟住，定好热闹咧？哎呀，点止热闹啊！宝玉身上驮住块通灵宝玉，正配宝妻身上的金锁啊，将来的我一定是金玉满堂啊！金玉满堂啊！哎呀，今日咁高兴，呢到后堂吩咐家院在花园设宴，为宝妻与黛玉二人洗尘。好啊！